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司徒解释三国杀。那么今天的话，到了周六了，那么给大家先带来这场武器军阵娱乐。那么由于素材有限的话，这里啊，我们是，把那个这两次的合起来啊，武器跟苗场呢都合起来。那么前半段是武器，后半段苗场。那么今天素材要由要感谢 Love You Sag 一星辰啊，终究是戏不阿周助暗影正邪。这边的话还有小熊虐心卧龙凤雏早刀熊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啊。好，我们先看武器，武器首当其推，大菊花，大菊花。那我们这边啊选了一个反贼头子恶张啊，大固阵，大直径啊，刷刷刷，这就是反贼的核心力量。那么主攻上来这边就火攻董胖，那么董胖一般远位还是偏中的，偏中的。那么守卫反贼国泰就跳了，那么这边的话万箭齐发，先全开 A， 全开 A 的话可能就偏中一点啊，偏中一点。那么看他后面怎么打。那么这个九杀一般这么盲狙的还是比较比较偏那个的，比较偏偏忠诚的。那么这样的话他拿到南蛮之后再开 EA， 再开 EA 的话，这样的话又送了祝融了，祝融的话一般场上也是比较偏内的。那么苟货的话，这样两中一跳之后，一个决斗把国泰逼到啊，决斗再加一杀，索性啊，反正我们国泰有补益，暂时不惧啊，不惧。到了我们二张的话，这边乐不思蜀贴主攻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主攻毕竟六张牌的话，这边啊，那么这里顺手拽羊再开一南蛮，顺手的话可能偏烦，但是。你南蛮不该开啊，南蛮不该开，你开的目的是啥呢？是吧？而且你这个地方南蛮刚才是不是黑桃的啊？草花的，他如果有黑桃直接那个，这个南蛮一开就送祝融啊，祝融这一般偏中内一点的。那么结果这两南一开的话，后面蔡夫人跟国泰这不一定能挡得住啊，索性有一九自救成功。那么国泰这里还再吃一桃，好评啊，好评。那么整体这样之后的话，是反贼啊还是挡了一轮，然而这一杀他没有去杀蔡夫人，这个又怎么想的？不太理解，不太理解。那么孙策成功觉醒，然而乐不思蜀乐中啊，乐中，乐中之后的话，这里就我们得利了，一手的手牌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苟货这里可以依靠这个董太师的拼点啊，收我们的人头。那么盘凤这里弃牌啊，弃牌，铁锁也没用，然后装备也没装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尽力之手，那么尽力之手与他一搏吧，一搏吧。这个地方宁可给收人头啊，都要打下来二张。结果啊，我们这边补益好评啊，好评，这里还是有基本牌的。那么这里肯定是先贴装备啊，先贴装备，最后这边过河拆桥，然后还有铁锁连环。那么有了剧本了，还有最后一个借刀掳人。那么我们刚才啊，无论先贴这个或者是这个，反正啊这边的话杀啊都可以杀的，都可以杀的。那么最后这里来掳一刀啊，掳一刀。那么这样的话直接杀一刀，一个大菊花属性杀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么苟货死肯定没人敢救，最后一逃无济于事啊，无济于事。那么我们刚才的排序啊，可以先怎样，这个贴是没有问题，那么菊花刀可以留在最后，贴的话最后借刀借这边的丈八，先杀一刀主攻，最后我们再铁锁连环属性杀。这样的话，因为你刚才看到啊，有毒条在毒无懈的，毒无懈的。那么最后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身份还有点问题，那你潘凤还在怪人啊，刚才聊天区还在怪人说，我们就你这个两个 AOE 开出来这直接坑反贼啊，你自己打的不对在先啊。我们这边的话啊，无懈是蔡夫人手里的啊，那国泰有一个无懈，那整体啊还算可以啊。那么刚才啊先借刀丈八杀一刀，最后啊留着这个我们的菊花刀自己装啊，自己装。好，第一局啊，菊花直接啊让主公死在了觉醒路途啊，觉醒路途。好，我们第二局是我们自己啊这边打的，打的先看一下。那么主公借流氓啊，借流氓。那我们这里上来就有一把刀，有刀就好评啊，有刀就好评。那么这边首开南蛮，我们一血啊 first blood 卖起来啊，这样就有距离了。
那么这里马超啊比较偏反一点啊，徐胜贴主也偏反一点。那么啊不是啊对，没有问题啊。这边的话，农民跳中，那我们拆加一马。其实这个拆啊，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歧义的。你毕竟主公那边的话，你有兵粮在啊，有兵粮在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手跳忠臣，那么杀我们一刀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么独菜这样还是个忠臣，那么独菜忠臣的话，对我们而言就造成了一定的难度系数了。那么我们就善于挑战难度系数。那么夏侯的话，杀一刀，悲歌直接翻面啊，我们这里跳一反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里有一可能有一中了，有一中了。那这里马超你杀的什么鬼啊？你这肯定铁骑发型师蔡文姬啊！你这悲歌的话，把自己翻一回合灭，那你就少一回合输出，少一回合过牌呀！你这个打的太烂了，太难了！你杀主公最后还是要大悲歌啊！你这个翻面情况应该来说，这个时候最糟糕啊！而且徐胜一个九杀，把你瞬间血线控住，那你如果不能过牌啊，控制对方或者自己找状态的话，那整个的就有点崩了。那我们这里农民瞬间吃菜啊，晚吃菜不如早吃菜，打的还是非常果敢的。那边的话，队友拿一闪还行。我们整体这样的话，注意啊，我们现在两血，反正、肯定是可以打到徐胜那边的。顺手拽羊，无中生有。那么继续顺手拽羊啊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如果开始有两顺手，可以直接顺徐胜啊，然后配上停花就漂亮了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直接扛下家左大爷啊，先行动的左大爷，扛一家的话，但是啊，就扛了一血啊，扛了一血。那么续菊花，等待续报啊，等待续报。那么第一回合，清洗把左大爷控住之后的话，这样当先用一回合，然后自首再来一次啊。那么这个就有点 bug 了，就有点 bug 了。那么火攻马超的话，我们由于刚才血线啊，自己血线也保不住，所以的话想要保队友不太可能。那么马超这样的话，直接被打掉一血，夏侯惇直接这个，他这个托管也是坑人啊。那就好歹本来有刚烈的，说不定还好一点啊，好一点。那么左大爷原先被我们打到一血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一个大菊花，徒有虚名，杀杀。啊，虎豹骑徒有虚名啊，不是徒有虚名的，直接一道菊花带走啊，额外增加一伤害啊，清洗在此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夏侯你看继续坑爹啊，继续坑爹。你这里本来是可以救起来，可以一个刚烈啊，好歹你能送啊。刚才徐胜那边可以刚烈一个，这边也可以刚烈一个。那么最后这边的话，马超再次救起，好评，好评啊。那么夏侯惇继续托管也是比较坑爹的啊，无懈也不留。你好歹藤甲换上能够回个一血啊。那边的话，木马骚过来有一逃，我们暂时的话肯定是回一个状态啊，回一个状态。那么农民断杀，断杀，那我们杀一刀。这里想收夏侯的人头啊，结果这里最后还留了一闪啊，托管自留一闪，这个我们就是真是没有办法了，真是没有办法。那么这边拆的话，竟然不拆我们木马，那么不拆木马给了我们一线生机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马超一个顺手拽羊，那么决斗收人头啊，决斗收人头。那么现在的话，他可以控一下主攻，左慈也行啊，左慈也行。那么铁骑强重啊，强重。那么流氓的话，看看怎么打。哎呀，这个神探们，那么我们反贼就有点扛不住啊。这个逃，农民救起我们，马超那边的话，直接，然后又选择了杀我们啊，杀我们。那么他去拆这边也是打的无厘头啊，你这个肯定拆我们木马打呀，其实打的也是太渣了，太渣了。那么南蛮开出来自收人头，我们的话还有一套可以保啊，一套可以保。九鲁，九鲁啊，那么九鲁的话，这边啊，赵云明闪无可奈何、啊，那么桃子自救啊，桃子自救。我们又断杀了，又断杀了。那么刚才啊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左大爷继续自首，找不回状态。那么我们现在的话。
怎么打？流氓又回血了，手里还有闪。那么想要从流氓那边的话突破已经不容易了，我们这里的来了杀，然后神魔两闪，这个也是无可奈何了。最后一个大菊花，求三桃，求三桃还是比较壮观的。那么现在到了最后这个阶段的话，我们被困到一血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还打了七分钟，七分钟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直接切过，最后没打过主攻啊，没打过主攻。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直主攻回血回状态回的比较快，然后杀闪的比较牛逼，我们这边的话是不克他的，不克他的。那我们这里没有逃，捞到逃回状态，最后两个人啊就直接给输了，给输了。好吧，这一局我们就到这里，就是最后反正是输了啊，就是这一局的话就纯粹的看一下菊花啊，曹休大战功啊，大战功。好，我们上来的话两刀大菊花的话就这样，然后看一下这一局啊，这一局的话前面啊我们是放过的，放过的。前几天那个孙鲁豫啊，孙鲁豫的那个介绍视频里面是有这一场的，那我们今天再拿出来，毕竟武器有所发挥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个武器发挥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局的话，上来先看一个南蛮，然后搞我们啊，毕竟贴主的话关张还是有点偏反的，难讲难讲。那么作为忠臣也行，那么这边的话盲狙下架偏中一点啊，偏中一点。那么这边九鲁的话跳反，这边刚才乐不思蜀跳反，孙鲁豫不经左右。木木的话直接拿一张牌，这个也是一个反贼啊，跳反了。那么这边开的满杀一个年奴啊，满杀一个年奴。那么这边的话直接啊打了一个无懈给貂蝉，毕竟的话披少主的话是偏中那一点啊，偏中那一点。妹妹不求达官显贵，那么求家人和睦。这边木木的话貂蝉不行动，我们装上装备，乐不思蜀贴一个，跳了一个大忠臣啊，跳了一个大忠臣。这两位的话没有不太明身份啊，不太明身份。那么主攻一个丈八拍出来，来骚甲鱼一刀啊。那么这边青龙偃月继续追击啊，那么拆一个武器还行啊，这先控一控场，别打我啊，别打我。火攻来一发短啊，没短到啊，没短到。再杀一刀的话，这样后面贾大爷啊可以继续追击。请下马休整吧。那么贾大爷的话吃桃，想要收了我们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希望貂蝉来收啊，貂蝉来收。那么孙鲁豫挂上年奴，继续啊控装备。那么他的整体的技能啊，木木控装备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。那么大表哥这个地方的话不敢自首了，再自首就出事啊。那么借刀掳人这个地方的话，借我们的刀，注意啊，他是借我们的刀而不是借孙鲁豫的刀啊，比丧命更痛苦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反贼了，结果打掉我们这个内奸。这样之后的话，注意啊，我们这里开始来一波控场，来一波控场，让这个毕竟大乔的乐不思蜀还是有点伤的。那么直接控场之后的话，这样无懈可击，好评。再开一个南门啊，先全喷一下，全喷一下。那么主攻继续控场，毕竟贾大爷在那边的话，要你三斤死不留人道五斤啊。香香的话，这样一波还行啊，一波打得还行。那边的话继续梁祝，然后又控场控装。我们这边的话挨一刀，挨一刀还行啊。那么这里注意一下，到了我们这个回合要爆发了，要爆发了。那么这里暂停一下，排序稍微有点问题啊。你这个地方过河拆桥肯定拆大桥首排，肯定拆大桥，或者这边人王盾啊。最后你要去打反贼的话，你一个是大桥他琉璃啊没有足够的首排琉璃，顺手转羊跟另外一个过拆最后拍出去已经可以，最后拍出去可以。或者说刚才加一，你这个加一没用，你这个已经被止息了之后，锦囊都是杀，锦囊都是杀。那么这个琉璃想的是什么呢？不太搞得懂啊。那么我们这里再杀一刀，继续琉璃。他琉璃可能怕，就是说送主公行伤吗？还是什么？看不懂啊，套路有点不对。那么最后这里啊，其实装备你没必要装啊，大哥。这里两张黑牌拍出去就可了，就可了。那么最后这里有这个雌雄啊，注意有雌雄。那么最后一琉璃，香香死了无所谓。
大桥你已经空城，我们这边还有雌雄啊，还有雌雄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杀一刀用逃控啊，用逃控。那么这里的话，雌雄开始发威了，万死不辞啊，成父亲之遗志啊。呵，有的是技能啊，有的是输出啊，不怕。这个时候就是靠你止息的力量。再来撸啊，再来撸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红牌啊，这里另外一个小点又坑了，又坑了。你这一堆黑牌不先用出去，你想干嘛？是吧？你这个回合的锦囊已经完全废了，你这顺手诀的留着肯定是废啊。那边还有人王，你这个黑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这个地方挑头打假太尉，假太尉的话，希望这几个杀能拿下来啊，拿下此人。丧命更痛。我们拿下此人之后还算好。当然啊，他刚才如果黑杀继续杀孙鲁鱼的话，雌雄可以继续发威啊。那么再次雌雄刷到红的之后，孙鲁鱼崩完之后的话，那你貂蝉这么多杀，随便用啊，随便用。是吧？那这一局的话，整体而言啊，就依靠了这个止息配复魂，还配这个雌雄双骨的力量啊，雌雄剑啊，雌雄双骨剑啊，在这八人军事场啊，很少有这么连续的发挥的。主要场上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四个女性角色，嘿嘿，我们这个富二代就喜欢这样，是吧？美女坐拥啊，美女坐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直接调戏啊，全场女人啊。还是这个非常好评啊。当然啊，刚才那一局的话，排序啊问题还是比较大的，值得再去琢磨打磨打磨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大忠臣啊。那么大忠臣的话是周泰，那边的话有树大爷，直接无脑放权树大爷。那么盲狙鹿神的话，可能还是真是偏中一点的，偏中一点的。那么这边的话跳反贼杀我们一刀，杀我们你随便杀啊，随便撸。我们要的就是来嘛 ，fuck me， 就是吗？要的就是攒不去啊，攒不去。那么这个的话还是比较赞的，比较赞的。那么有一条自救起来啊，反贼这肯定是反贼卖的，这里应该是偏忠诚一点了。生生不息，源源不绝啊！陆美人就是牛逼啊，就是牛逼。哥哥哎，这里火锅你玩啥？这里火锅你玩啥？除非你有刀，是吧？你没有刀，你这个地方去火攻干嘛？纯的卖牌啊，这个有点坑啊。如果这个地方国家有一把距离的话，你这个火攻丝毫没有问题啊，丝毫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地方恰恰出现在你没有距离，你还去火攻人家，这不是坑爹是啥？那么这边的话，万箭再开一波，树大爷都要扛不住啊，扛不住，我们肯定这边要救，主攻直接先救一起，然后开出来的话，这边天香弹一弹啊，弹弹弹啊，弹弹弹。那么国家的话也闪掉了，那么在锁锁连环杀一刀，嘿，有闪啊，有闪。那么这个冰凉就有点伤了，瞬间觉醒，好评啊。那么桃园开一个，先给自己回回血，然后借刀掳人的话，那边没法。那么你这个杀干嘛不杀呢？跳内奸吗，哥哥？是吗？你这个杀为什么不杀呢？你这个时候杀小乔啊，其实还好。你看他弹，弹给反贼收益都不大啊，收益都不大。控制主中方面的血性也不成什么气候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杀一刀决斗啊，再来一个没有问题啊。那么无懈可击，然而的话，这边被我们小家兽啊又给无懈了，杀一刀蔡夫人留一桃啊，保队友啊，保队友。且闻你言，取如手机，有如探囊取物啊。那么这边再来一杀的话，没什么效果。嗯，陆美人回血，顺手转羊，自己连赢都不保自己的手牌，这个打的也是非常的激进啊，激进。这个其实没有必要。那么那边的话，小乔神之难粘弩，那么这样的话，神之难粘弩的话，是不是要跪了？大汉天下。那最后你这桃不吃又是为何？这个树大爷打的套路有点难懂啊。那么主公继续无脑放拳啊，希望能够把小乔打出来啊，打出来再杀一刀。他弹的话估计也不太敢弹啊。那么这边只能弃牌，弃牌的话这边无懈一个蔡夫人的话直接杀一刀追击啊。那么这里其实桃子救不救
也可以救吧，毕竟把这个限州用出去啊，用出去，否则到了后期的话，这个限州有点难啊，有点难。那么铁锁的话，最好锁锁年华，而且这里你要考虑到它有窃听，是吧？你最好刚才锁陆美人，这边有加一码的人在。那么这边过河拆桥，赴汤蹈火，再说不迟。卖卖卖粪机啊，卖粪机。那么这里再杀一刀，其实也可以救啊，也可以救。郭家毕竟两排卖出来的话，说不定好评啊，说不定好评。那么陆神的话，这边九杀来一发。那么舒大爷这个内奸直接挂了。最后二 v 四，小胖已经没什么输出啊。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输出啊，周泰主打辅助有啥输出，那么主公顺利觉醒之后，这肯定是无脑放权求我们这个地方啊。那么拆一个下家直接九鲁啊，直接九鲁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么有没有逃？没有逃，漂亮漂亮。那么最后只能囤一张牌留九，但是这个时候有灌石没错啊，留九这个很有可能断杀了，要断杀，结果真他妈断杀了。果拆一个防止你弹，再一个决斗，人头拿下，人头拿下。这样的话整体这一局还算好评啊。最后这里直接一个九杀，强中啊，强中。那么强中你有八卦也无可奈何，那么再来一个火攻搞蔡夫人。那么最后二 v 四的时候，手牌还行啊，依靠放权的过牌量。那么这里你还有八卦，我们再次灌石强中，稳稳的拿下。那么如果你单从防御上来讲的话，陆美人跟蔡美人啊，这两大美人的八卦摆在这边，你想要单纯的依靠输出杀的话是打不下来啊。那么就依靠最后这个灌石力量啊，墙上美人啊，墙上美人。好，那么前面的这几场的话，菊花雌雄灌石的话不是那么完美啊，就给大家先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的话进入黏弩的阶段啊，黏弩阶段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四位的忠臣啊，选了一个夏侯爸爸，夏侯爸爸。那么夏侯爸爸这边的话，整体而言还行啊，还行，位置还行。然后那边貂蝉灵魂雕铁主这个本身就偏反一点，然后裤裆掏炉主公啪啪啪足啊，足足啊，直接一轮秒主。那我们这一局啊，主要是酱油局了，酱油局啊。侧面看一下这边黏弩秒主，那么其实主公的话，你木马主要这个地方木马它里面没有塞牌，貂蝉这个地方啊，其实。应该来说贴主的貂蝉还是很偏反的，你这个地方结果不去救啊，不去木马里面不塞啊，不塞，你木马其实是克貂蝉的。那么这里的话酱油雕魂苗主啊，貂蝉苗主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二场黏弩的话，我们这边是一个贴主的大反贼，然后选了一个祝融女王大人。那么有猎刃在此的话还算可以的，还算可以的。那么孙权大智恒鲁下家张飞贴主偏反贼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南蛮先看一个，这个你如果是反贼看南蛮就不太合适了。那么小小把戏，那么这个顺手转羊应该是跳反五五啊，那么三张无懈逼了出来，冰凉寸断，好评啊，好评，这个排序还可以啊。最后再冰凉，骗的就是你无懈，你下回合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那么这个地方、啊、左大爷跳忠臣啊，跳忠臣。那么离魂雕这个是离间雕，离间雕又是反贼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前期的话肯定是盯着扎群鲁啊。那么主中方面的除了主攻回合外啊，扎扎之外，这都是强力输出武将啊，强力输出武将。桃园给主攻回个血，然后这边火攻的话来一发决斗，再骚一包。那么这样的话整体而言啊，主中将面不速不弱，那么反贼将面也还好啊。这边大师在无数联盟来鲁鲁鲁啊，撸完这一下之后的话，主攻瞬间薄弱了啊！薄弱之后，我们有刀，先砍一刀再说啊！鲁智，鲁智啊！那这样的话，再气一杀，接刀想留着啊，毕竟也是 K 底儿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无懈又中啊，又被我们自己人无懈了。铁锁连环解掉，这个意识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那么左大爷的话，吐
袭，俗人安得其法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集结青钢再撸一刀啊，再撸一刀。那么边娘啊，这个直接过了。那么他刚才可以直接出复魂呀，毕竟貂蝉的话防御还是比较弱的。那么他没出复魂的话，直接控场啊，没有效果了。那么姜维顺利觉醒，这样的话肯定是控住大师的手牌，四张卡牌放在牌堆顶，一个乐不思蜀，这样乐肯定乐中了。乐中之后，我们无中生有，这样的话直接开南蛮收貂蝉，貂蝉后面肯定是扛不住，这个收人头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守一波之后，这里我们就可以九炉主攻啊，九炉主攻。那么那边让他十北掉一发，再来一个强九上，强九上主攻足不足，就问你足不足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刚才我们是肯定，我们刚才是为了拆桃啊，直接想搞主，那么没想着去拆嘉义啊，让你张飞咆哮，这个应该是这样想的。继续突袭控场的话没有什么作用啊，没有什么作用。教授的话铁锁连环弃牌，有大固阵不虚，蒋大威来战个痛快，战个痛快，来来来啊，结果没有来来来。那么大师这里的话继续，那么送一个这个黏弩过来啊，那么就看我们这个杀能不能中，中了之后黏弩怎么剧本啊。那么杀中了，先要桃子救起，桃子救起，我们有 K 点啊， K 点猎刃拼出去拿过来加一，那么黏弩就有发挥了。那么这里的话本来啊，如果他直接有一闪那是稳稳当当啊，逃过一劫，然而啊他没有一闪啊，这就被我们直接拼点赢了，拼点赢了，加一嘛拿过来，最后猎刃黏弩一套大宝剑，主公爽不爽？就问你爽不爽？爽啊！这是搞主的，我们这一局继续来看一看啊，这一局怎么搞主？那么我们是一个反贼六位啊，那么六位甲鱼的话，太尉在场啊，只要不到最后一刻，主公方面你就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能够保证主公不死啊。玩杀将乱舞是吧？什么时候都能要你死。那么这边的话顺手拽羊，然后过河拆桥拆远位的张合，毕竟是控场流的话还是有点伤的。那么贴主曹昂偏忠诚啊，那么教授这个地方直接跳一忠诚啊，马参军真人长啊，选出来就是偏反的。那么这里的话一个大反贼，那你这个杀好歹砍一刀教授啊，骗一骗嘛是吧，骗一骗啊，万一骗到了呢，你们让他虚一虚嘛，那这个地方结果也跳一中啊，这个一反贼，我们这样的话过河拆桥拆个乐不思蜀然后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，装备装上是多有。那么现在的话整体而言啊，主中方面我们先不要管他们的输出，张合必须死啊，这强控场的人必须死。那么这边的话曹保镖黏弩挂旗，参军无力抵抗了，无力抵抗了。那么这边的话过河拆桥，然而的话是没有杀，没有杀，断杀了，断杀。那参军的话这就呵呵，思密达想要报我局，那我就让你断杀。围城者当冒死一剑，火攻烧一包，火攻烧一包，藤甲好评啊，这个是固定的套路啊，固定套路。然后张合还有一条自救啊，自救起来。那么这边的话偷两张再挪个装备呗，他这个没挪了，没挪了，卡住了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继续也没啥爆发，没货。那么这边的万箭开一波，参军的话刚才是明的啊，没有闪啊，没有闪，一个接到一个闪电，这手牌也是没溜了，没溜了。败军之罪，那么他这个有闪还不出，这个有点不复生，你好歹浪费一下，浪费一下。那么这边南蛮开出来的话手里没货，我们又躲过一劫啊。左大爷的话继续菊花爆吗？有杀吗？安得其法，我们换了大阴魂啊，换了大阴魂。那么这个这一回终于爆到菊花了，那这个菊花的话
强壮能保二张的马超也死了，我们发型师全乱啊，发型师全乱。那这样的话，教授跳小内的话，整体而言，应该来说，听频道微妙者，成一期，现在啊，其实不太好打了，不太好打。我们现在这边在怪我们刚才没有乱舞啊，没有乱舞。乱舞其实刚才的实质效果不大呀，这个留着关键的时候搞主攻就行了。你为了搞张合，后面还有两个反贼你可以搞呀，是吧？那么这边的话，雷杀直接躲闪掉啊，躲闪掉。那么这边张合肯定是竟然没有偷控场了。那么我们这里九鲁死不死？那这肯定死啊。刘九无用啊，无用之人死、啊、那么我们这边的话，阿庄给我们一个固阵。那么曹昂的话，这边直接杀主，刷牌刷化身了，刷牌刷化身。你的牌太多了，再一次大菊花爆局啊。那么这一局除了我们后面啊有的神奇粘土，这前期啊粘土是各种爆爆爆啊，爆爆爆。那我们这里杀一刀曹昂竟然还中了，那么他吃桃回血，那么你这个地方杀我们没有问题。左大爷的话奇袭对我们而言已经无用，他肯定拆教授的这把刀控场防曹昂受击啊。那么这里的话来一个慷慨，我们这边直接弃牌，无可奈何了。现在这个局面南蛮无所谓，打就打南蛮。那么教授还藏了一杀，不怕、啊、不怕。那么左大爷继续拆教授控场、啊、反正拆我们也是没什么卵用了，过个拆桥拆个刀，这个刀还是很危险的，一旦教授被暴君，那我们这个就没法活了。杀我们一刀，我们有寒冰、啊、有了寒冰到时候打你曹昂的话还是有戏的，有戏的、嗯。那么左大爷这边的话杀我们一刀，我们暂时啊这个有点残血啊。那么一旦甲鱼残血的话啊，有点不好打。那么这边火攻，哎，红桃就知道你要撅红桃，那就给你一个红桃爽一爽啊，爽一爽。那么昂神的话吃个桃过，那边奇袭的话继续拆呗，额外牌就拆，然后杀我们一刀没有问题，然后加一马他也不敢装了，装完那就我们太尉就可以直接搞他。那么这边的话慷慨继续来一发，那么有龙胆在的，哎呦这个有桃啊，有桃无所谓，刚才给了明桃，刻定北环，刻定北环，菊花刀啊，牌堆再次刷新，菊花刀再次亮出来。这样的话，大阴魂强力把我的牌啊又拔掉了。我们现在整体而言啊，你说这局要打的话怎么打呀？不好打啊！我们这里又继续断杀，这已经多少轮没有杀了，没有杀了。仙道玄妙，仙道玄妙，来吧！啊，这个地方选择了给队友牌啊。感觉不太好吧，过河拆桥来一发，频道微妙者成一级。那么这边拆锦控场，那我们暂时可以保全一下自己。那么南蛮打下曹昂一血的话还行啊，曹昂状态不好我们就有机会偷鸡啊，比比看谁杀敌更多。然后这里亲自送粘弩，那么我跟你讲了，你这个粘弩送过来后面就要呵呵思密达了，呵呵思密达。成一级可以转危为安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我们被乐中，直接留一张铁锁就行了。然后这边开五谷，我们拿了一个属性杀，漂亮啊！有一个属性杀漂亮，到时候铁锁的话可以发挥发挥啊，发挥。那么结果、啊、再次被乐中，那边的话粘弩挡教授啊，挡教授。火攻来一发，那么没有中啊，没有中。那么天过了乐，先雷杀。注意啊，这个地方这个雷杀是刚才五五开出来的，所以曹昂他直接闪掉了，觉得你这个没有货了。那么手里憋着一张铁锁连环，那么他最后再来一个粘弩九追杀的话，曹昂，你还有这个力量反抗吗？没有嘞。那我们粘炉，嘿嘿嘿，这个一个直接啊，就完杀了左大爷。那么最后的话，左大爷手里有闪也无可奈何，我们就不打你，就打曹昂，就利用这一记铁锁打粘欢，送你升天啊，送你上天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局的这个
年奴，那么这一局的话看看怎么打呀。主公想想我们忠诚的话曹睿啊，那么曹睿的话比较新了，明剑啊，这个肯定是灰拓防御明剑辅助啊，整体来说还算可以。万箭齐发的话这边炸出了一个大忠诚啊，那我们这里第一个可以，这一血可以卖啊，可以卖，卖了灰拓不用白不用是吧，当然有点风险可能啊。那么这边强铁锁大九杀玩得漂亮啊，玩得漂亮。那我们这边再来一铁锁，结果那边无懈了啊，这肯定是跳明反的。那么再来一铁锁，曹植继续翻面呗，继续翻面，我们乐不思蜀再拆一个，最后推心置腹，气能相负啊，气能相负。那这样的话，主公下一回合啊，两刀输出还是可以的。那么乐不思蜀天过了啊，张飞的话是直接乐众，这边的话肯定是跳大反贼，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跳反贼，整体的话这个局面啊，反贼还算可以啊，还算可以。那么就看香香能不能打下来啊。那么这样主要没有距离之后只能啊平砍贝贝，结果本来以为就明剑两杀，然而裤裆掏炉再搞贝贝啊，那么这样直接把贝贝搞到一血残了之后，你不死没关系啊，我们苟活无有驱虎吞狼之计啊，直接搞死，直接搞死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开一个南蛮苟活啊，注意劫命配合打一波。那么这一波手牌的话直接塞给香香，直接塞给香香。那么由于香香这边有无懈啊，那么啊不是有年奴，那么但是这个五五开的就有点蛋疼了，女谋是拿到过拆，那么年奴估计要保不住了，保不住了。而且这样一拆之后不仅没距离啊，这后面的话还没有那个我就是一家人，这那边又有藤甲，这边的话香香就打不动了，拆一个顺一个，这样的话香香没有距离，然后也没有估计属性的话，我们刚才是有给过的，火烧一个都没有中啊。那么有锦衣还是好评的，杀两刀曹植，那么流出去木马流出去的话，这样再杀一刀啊，再杀一刀，曹植就自救啊，自救的话，那后面的话苟货这边不会断杀吧，陶娘柱发一波，那么在驱虎吞狼之际打力啊，哎，死不死？必须死啊，必须死！那么桃园再次好评，再次刷牌，最后这个地方注意啊，一个小点，曹睿、刘协、贝贝这帮人，整体而言，你不要塞木马给他，这样会降低我们的效率。最后的话，你想啊，要用使用牌效直接明剑或者说出牌，最后我们很有可能啊牌就少了。最后而且要木马流出去，我们必须再塞牌，这样的话整体而言啊不太好。木马一定不要留给我们啊，这样的话使得牌效降低了。那么苟货继续塞木马，继续塞给我们啊，继续塞给我们。那么这个地方塞给我们的话，竭力尽致，死而后已啊，死而后已。那我们这里杀一刀张个桃，然后娘柱过一波过，那么直接桃子那边塞过去啊，塞过去。那重要的牌年弩的话，其实有点危险啊，万一有个过拆，这个木马就保不住了。那么乐不思蜀乐中吗？哎，天过了，天过那后面就应该来说主公稳稳拿下了，有年弩免一，这个打全场啊，现在打全场。那么这样的话张飞直接挂，那么这一局应该来说打的还是非常溜的，明剑送过去送杀，那裤裆掏炉有的是货，不仅有明剑，有了年弩之后明剑就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了，整个的就是一波年弩啊，强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的第九局年奴，这边的话主攻小胖，我们五号位啊大忠臣，这个忠臣位置非常漂亮，然后还是树大爷小胖放拳来一波，来一波。那么这边的话直接放，然后麒麟弓装上杀，但是忠臣的话貂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偏中的，毕竟硬输出，这样的话每轮的话至少可以保证两点硬输出。那么贴主的朱然啊，这一般来说比较偏烦，二爷的话这边应该是撑的，恩已断义当绝，但是你这个不如拼朱然啊杀一刀啊，这边九杀，那这应该又是忠臣了。
袍子磕起来。这边的话有顺手转羊，这个顺手转羊就为了骗无懈吗？骗无懈啊，那这样的话万箭开一波，最后的话又可以开一波啊。锁锁连环杀一刀，哎，锁杀一刀的话，这个南蛮也不开了，毕竟小胖那边一血残了。后面注意啊，这个地方不看南蛮，就是说，李儒这个地方回合内八牌，然后开焚城，再次灭迹啊，灭迹焚城加决策，一套大宝剑下来，主翁可能有点保不住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索性我们刚才这个铁锁连环啊，锁得漂亮。锁的赞啊，锁的赞。那你李儒想要搞死主公，那把自己给搞死了，搞死之后，呵呵，那主公啊就少了一点的决策的伤害，决策的伤害。那么你留人家，我们队友享乐在此啊，享乐在此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啊、红杀，红杀的话，你的刷给我们刷的就是牌啊，这个没逃足啊足。那么减一再来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南蛮开一波的话，反正主公死不了，再顺手拽羊拽过来，还有一杀，杀朱然啊，杀朱然，这个没，还有一杀，那么肯定主龙足了、啊、这个有的时候偏内奸一点，不死啊，不死的话，南蛮再开一个无懈保主公，二爷足啊，二爷足，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。这一波啊，其实就是刚才的利用了焚城开大，那么我们讨平啊，那你死了之后，就剩下我们这个主公一轮放权啊，直接一个觉醒，然后一个放权，好评啊！就是树大爷的年奴还是比较正规的，正规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局这边的年奴。那么这一局的话，我们是主攻孙奔江东小爸爸啊，江东小爸爸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直接无中生有开出来。那么大师这边的话，还是有点虚的，有点虚的。那么结果还真是反贼。一般大师在场上的话，孙策觉醒啊，有点困难呐、啊，有点困难。其他人这边又跳反贼，然后锁锁连环，锁了一个偏内的祝融啊。那么小诸葛跳忠臣，借刀掳人，火攻来一发，打忠臣啊，打忠臣，有没有闪啊？结果没闪，那这也是。那么我们队友这位置也是够渣的呀、啊，够渣的、啊。那么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啊！雕虫小鸡鸡啊，雕虫小鸡鸡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可失得此阵。然后大乔的话还神过乐啊，神过乐，这个居斗无乐、啊，这个你就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那么这样一波出来的话，这肯定是全乐了，全乐了，我们就有点难打。雕虫小技，我们吃啊，这边的话肯定是，哎，这回有点卡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不管，过河拆桥，拆乐不思蜀。然后这边南蛮，南蛮可以开一波吧，可以开一波。九鲁赵云，那么赵云的话，刚才啊，祝融这边啊，至少是没有杀了，至少是没有杀了。那么赵云的话，这里一个九杀，一个火攻，拜拜啊，拜拜。这个便当吃的有点快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整场的话有点难打啊，大师不死肯定这场拿不下来，然后大乔这边还可以控场，沮授是找输出的啊，祝融的话也是某种程度上找输出的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八门金锁今天终于给我拿到了，是吧？啊，大乔这个地方铁锁换一个，然后哥哥你这个闪电挂什么，你这个闪电挂的什么鬼，反正现在大好的局面你都挂，这个有点坑爹了。那么这里南蛮也没开啊，那么手里逼着憋着两个桃子，这个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那么大师的话直接找诸葛的输出啊，没有动我们的手牌啊。那么菊花刀没有中，周泰的话这边过河拆桥，拆一个年弩，然后的话我若怕你，非孙伯符也啊，非孙伯符也。那么这边铁锁连环，这个铁锁连环只能说好评啊，但是能不能劈到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。那么这一回合的话，祝融又一张手牌了，请休息，请休息吧。那我们这个手牌的话是无法用出的，火攻，这个硬生生的解铁锁啊，硬生生解铁锁。那我们这个被乐了。那么这里啊，可以弃一个桃啊，可以弃一个桃。
我的计谋，这个桃救呀，这个桃肯定要救啊。这打的差评啊，差评，批评一下啊，这个桃你肯定救着保队友啊，你否则你看这亏了几张牌啊，多亏一张牌啊，多亏一张牌。那么最后的话两桃换两桃，但是还有其他的手牌啊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，那你要搞周泰啊，没有那么容易搞，但是这一局的话他们只要稳一点打就是能拿下。那么这边肯定再一波换牌，你看又没逃了，没逃之后的话这一局还有什么信心可以打？没有信心可以打了。那我们就耐心看一看反贼怎样把这个局面给打崩的。那么桃子磕起来，这边的话大乔给我们乐不思蜀踢一波，踢一波，然后的话拿去拿去，莫跟哥哥客气，拼点的话闪电反正 无所用啊，这里也可以拼个方片啊，闪电到时候留着，到时候这种残局你不靠闪电靠啥？那么万剑开一波的话，这边刚才啊祝融掉一血，掉一血，然后这边再杀一刀，那么祝融继续磕一桃，那么两桃啊，祝融已经把那两桃吃了，把那两桃吃了，请休息吧，请休息吧。那我们这里又有了神牌，那么这个神牌啊，注意，他这个其实换的不太好换了，不太好换了，这个时候换牌要慎重一点啊。菊花烫导火啊，不怕，有不屈啊，有不屈。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智能托管交给电脑啊去处理吧。那么这个地方打的没有问题啊。大乔跟大师的话其实两个人都可以，那么整体而言打大师其实更优一点吧，更优一点，你打大乔他琉璃给八卦，那个祝融也不怕，那么这样的话大乔也吃了桃啊，那我们这里火攻来一发，火攻来一发，直接这个地方顺手，我只能说差评啊，虽然顺到了一杀，但是你肯定顺这个红杀呀，肯定顺这个红杀，额外多刷一张牌，那么直接利用这一波火攻把大师给带走了，在裸墨一杀的之后带走之后啊，大家都没逃，直接跪了，直接跪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反贼核心头子大师已死，后面的事情就是慢慢磨咯，而且我们这个有丈八在手，激昂可以强刷呀，你拆我们这个破，那么过河拆桥来一个九炉丈八激昂，吾乃江东小爸爸，死啊死，那漂亮啊，这一波啊这个真是好玩呐、啊、那么我们队友一看到这生机就立马回线了，回线了，不惜取命，不惜取命，再九路一波，九路一波的话呢这一波逆风局啊打得还算可以啊，再决斗一个周泰，五个不去挡一挡，这个唱吧拍的什么鬼，直接出这个雷杀就行了，那么最后还是二 v 一的局面，二 v 一的局面，那么铁锁连环属性杀来一波啊，属性杀来一波，那么教授的话这是断杀嘛，乐不思蜀控一波火攻来一发，没有啊不能中，那么天过乐借刀掳人，那么你没杀直接一刀又死了，又死了，那么最后的话应该来说单挑教授啊，单挑教授这一局前期已经算是够好评了，够好评了，当然我们排序啊各种排序是有问题的，只能说这一局的相面啊反贼太浪啊，反贼太浪，那么最后跟教授单挑的话只要注意好这个时候续爆，那就可以打穿这个教授了，命系元氏有缓至极，那么再次挂闪电啊，再次挂闪电，那我们已经出现粘弩了，那么这里的话直接杀一刀啊，杀一刀，那么这个地方刚才可以那么有桃园啊可以放一波嘛，车里还不如丈八拍，丈八拍一个，丈八拍一个，刷个牌嘛，那么这样的话闪电中了其实我们也不虚啊，不虚，那么这样的话先控一下子之后我们有粘弩啊，有粘弩，这个你杀红杀我们啊，我们已经三张激昂牌在手，冰娘杀一刀，那么红杀再来一刀，这个地方稳妥一点，拿个顺手再顺一个手牌嘛，河北哀仪，最后就是粘弩克的就是你教授啊，这个教授成也粘弩败也粘弩，最后一堆废牌在手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么这一局的话应该来说啊整体局势应该来说好评，但是主视角的打法可能有点差劲啊，有点差劲，还是要那句话要琢磨琢磨。
好，那么刚才是一把孙策竹，那么怎能没有我们这个曹丕竹呢，是吧？那么这一局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是掉线了，回归状态打了两分钟，然而又被毕娘又被打成凉血，双倒流输出的话，这肯定是这边是反贼，然后后面他又被打成凉血的话，那后面的话肯定这里曹昂有可能打一波，司马的话也有可能打一波，那么这边找我们决斗的话肯定是大反贼。那么注意这个局面啊，赵云贴主我们直接翻他控场啊，这个本来有一逃还能回个状态啊，回个状态，结果这边又被过拆了，那么援护出去啊，这样的话护离点的大菊花回一血啊，回一血，那么这样的话状态这个应该是反贼啊。开通天地，道士所向。那么这里忠诚也没有办法，你这个位置太渣了，太渣了，被教主克死。那我们杀一刀无所作为，典韦的话，这杀一刀强袭一刀，这肯定是两刀啊，两刀。那我们这里的话，三张牌翻给司马，翻给司马之后的话，曹昂杀一刀，然后南蛮开一波。正中下怀。那么这里的话肯定是忠臣，吾乃常山赵子龙。那么现在就不明的是孙坚跟赵云啊。那么结果这边是反贼，那么赵云还赌对了，赌对了，三张牌给的还不算亏啊。那么这一局啊，主要逆风在我们一开始掉线了之后啊，这个两滴血没能翻命啊，没能翻人，所以的话有点亏。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我们没死啊，没死的话赵云挂起年弩，那你教主闪没了之后的话，这就是年弩爆菊花，年弩爆菊花。那么这边还有能进能退，能攻能受，教主来一发了，教主来一发，最后的话九杀直接足。注意啊，这里还有行杀，我们也有年弩，那你典韦的话估计要亏了。至于这个乐不思蜀的话，司马估计手上有红桃，那么赵云还气得无懈，那这样的话直接给我们打了一波无懈，那么这样的话杀一刀再杀一刀。那么最后啊，这个地方按照一般道理啊，我们可以先开万箭啊，直接不要浪费杀。那么但是呢，考虑到司马跟曹昂这个地方赵云也有可能没有闪杀了，所以这个万箭开出来可能有点那个，有点不太好。那么最后年弩弃掉，年弩弃掉。那么这里的话曹昂没有过盘能力，司马的话这边一个决斗火攻，这个地方你要搞死啊，不搞死我们就惨了。如果他本来只搞两刀的话应该来说啊还行，我们这个毕竟可以留一闪保命，然后他这边的话这个他顶掉张八没有距离杀不到我们，最后那你这个张八顶掉干嘛呢，顶掉干嘛呢，太坑了。司马先坑，然后孙坚再坑啊，孙坚再坑。那么这个地方南蛮开出来的话应该有逃啊，逃的话我们就包给你啊，就包养给你啊，那么后两位队友的行动能力我们就不管了呗。那么这一局啊基本就到这样了，那后面的话我们就稳稳的看戏就行，看戏就行啊。反正流氓的话选在贴主的话也有可能内奸，司马也适合做内，曹也适合做内，三个人前面我们也没观察的太仔细是吧，而且掉线的状态谁也不知道谁，那么有木马在我们直接抓木马里面，你们去撕呗，而且有了冠石最后你怎么打。那么最后这边还打了七分钟啊，打了七分钟，我们这个就不看了吧，就不看了吧。司马这边是忠臣啊，这个就死了，最后我们这边就稳稳的 C 牌，最后这两边的话就是最后的结局啊，就是曹昂啊是忠臣，赵云是内奸啊，赵云是内奸。我们还是赢了，毕竟这个时候看戏的话两面啊，我们看谁血线高就削谁呗，这个非常简单。好，那么这边武器局的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这边啊有木马有菊花有年弩，是一个多发局啊，那么就是多轮的啊，多种花哨表演。那么这里我们从选将上来讲啊，其实有问题，你香香你这个是喜欢跟男人们睡觉的，你主公春哥你怎么睡，除非只能说百合大法好是吧，春哥来一炮，那么只能玩百合了。那么这边的话这个是跳反贼嘛，乐的乐不思蜀的，这样是忠臣，这样的话又是跳反贼，过河拆桥，那么又继续反贼，
那么九杀的话没拆到省啊，好评啊，拆到了省还有一省，过河拆桥的话这边，那么反贼整体而言啊阵容也比较强大，比较强大，这个大师树大爷都非常强劲，跟陆神那边是搞配合，大师跟陆神跟农民这边可以刷牌啊，攒屯田攒期年营，年营发牌啊，年营发牌，这个整体而言很赞很赞。那么这边睡一觉，找曹睿睡一觉，那么都督在这边的话直接杀一刀应该是忠诚了，无懈春哥，春哥被乐中的话，那大师这边的话拿去拿去，莫跟哥哥客气，那么毕竟乐不思蜀过的好评啊，好评。但是大师啊现在问题就是啊有点残了，空城，而且在这个位置有点糟糕啊，有点糟糕。那么这个地方虽然给我们明镜啊，但是直接被乐中啊，被乐中，这个也就无可奈何了。杀一刀挥舵，哎呀，磨了一张杀，这个就有点糟糕啊。那么被乐中的话，起一个雷杀一个火攻呗，吸了两套。那这个地方应该就考虑到大势啊，但是整体而言的话，后面有两刀的输出，大势能不能这样的话可以？刚才啊。没必要弃两逃啊，弃一逃可以啊，一逃你就骗一下大师，我不要逃了，首领你不要换我的是吧，你留一逃就行啊，这样两逃都打出去了，你这样曹睿啊都没能保住。那么这边的话顺手拽羊来一发，结果这挂起粘炉，然后的话九，注意啊一血啊，注意现在是残一血的春哥九鲁大师，那这样的话又是毒了，然后最后又是粘炉挂起来，这样的话继续骚包起来啊，伤势顺手拽羊来一个，来一个，那这样的话来一个的话一定要把农民给搞死啊，否则的话哎，那粘炉骗掉还算可以啊，那可以，那你顺手拽羊的话没有什么好牌可以顺啊，那么直接顺一个周瑜，顺到一个桃，再来顺一个，再来一个桃，啊，九鲁，那么周瑜有点惨啊，有点惨。那么神之乃鲁，那大师救足啊，大师救足。那么没跟陆神跟农民这边的配合没刷起来啊，那么这边又是一刀菊花。新刚才是春哥的粘土，这边是树大爷的菊花，菊花爆，菊花残。那么按照道理周瑜更像忠诚一点，我们更像内奸一点啊。何生亮寄生于何生亮，藤甲带奔队友，藤甲带奔队友。那么这边装一个木马，然后流出去刷两张牌，好评啊，好评啊，现在的话就可以玩木马了，香香跟春哥这都是玩木马的强劲选手啊，强劲选手，然后南蛮入侵开一波，农民你死不死，不死啊，那春哥再来一发，对呀、啊、你不死再来一发，这手上什么屌牌啊，这难牌啊，这难牌，然后木马流出来啊，可以玩伤势的、那么整个的反贼的话，一个粘弩先把大师那个核心啊，小核一个核心带走，然后这边啊，你反贼切记住啊，不要轻易装藤甲，这个藤甲绝对是坑人的，除非你弱势的时候装藤甲保命，否则强势的时候藤甲一定不要轻易装，不要轻易装。那么这边的话伤势木马再流出来，这样刷牌，我们这个刀流出来之后的话，只要不拆啊，借刀杀人，这个刀可以给啊，可以给啊，那有伤也行，过河拆桥，这个时候一定要防着他们要拆木马，这个时候很关键的，很关键的，木马整体对于我们而言啊非常重要，所以刚才的排序很赞、啊、很赞，借刀我不管你，过拆顺手我才要保啊。那么火攻的话没有中，过河拆桥，拆木马呀哥哥，拆木马呀哥哥，不要想着这个时候说送消息，你要想到这个持久发展的效应，木马是有多么牛逼啊，多么牛逼。那这个地方杀一刀树大爷，然后可以乐不思蜀贴一个，然后找陆神睡个觉呀、啊、找陆神睡个觉、啊、陆神啊，注意陆神满血状态没有什么爆发能力啊，通常都是在残血的时候是吧，那么这个时候又有无懈，那么木马暂时又可以 保住了，又可以保住了，那么无懈可击，不给你过，不给你过牌。那么这里的话
再次仙木马刷起来，仙木马刷起来，然后南蛮开一波，那你树大爷肯定要足了，肯定要足了。一桃，那你有桃，那就爆菊花了，那就爆菊花了，来一个菊花，就差一步了，就差一步了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继续夫君身体要紧，那么整场的话应该来说直接结束了。那么主要是春哥刚才一血，然后顺到周都督的一把大泥弩花哨啊，各种伤势搞大事，而且啊顺带把农民搞残，搞残之后这边树大爷有一个强力失误挂藤甲，那么你挂藤甲之后就是自挂东南枝，是吧？那么我们锁锁连环火计火 play 火 play，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基本就是这一局已经定了，看我的厉害，看我的厉害，是吧？最后一个藤甲这都不装了啊，都不屑的装了啊。木马继续流出来，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投降嘛，还有投降功能可以用啊。那么杀一刀再决斗，直接足了。这个时候他想要打出高输出有点难啊，你看春哥有装备有血量，我们这边有装备有血量，所以你不太好打啊。好，那么这一局啊，应该来说我们压轴的这个武器应该还是比较赞的。好，那么这个看完了这个武器局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苗场局啊，苗场局。先来看看苗主，苗主，那么主公刘协，天命皇帝啊，天命皇帝，那我们天主的绿皮猪老啊，诸葛恪大将军在此，穷兵黩武，三二一，啪啪啪，是吧？这个啪啪啪。那么这里的话，直接搞了一下貂蝉，貂蝉说实话还是比较偏反的，毕竟的话。那么这边不搞貂蝉应该是反的呀，毕竟你空城的话直接调戏啊，这还是比较像反的。那么马上没用铁骑也是反贼，那么这里先杀一道，注意啊，本来排量是不够的，那么由吴中开出来杀一道掉鞋，三二一，谁敢与我一战，来啪啪啪。本来啊广告我是拒绝的啊，但是要加特效，就是这个特效，短短短，三二一秒人头，是吧？诸葛恪就是这么屌啊。那么这里的话，这一局，这一局是秒反了。那么主攻绿皮猪，继续是一个绿皮猪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话是一个大忠臣，那么忠臣的话，这里啊就是一个强配合了，明剑配这个毒舞啊。上一期的欢乐纯双里面，我们倒是展示了几把，那展示了这个效果的。展示了这个明剑配毒舞的效果，那么这样的话上来，这样流氓云啊是跳忠诚的，云妹跳忠，哑巴的话看看怎么打。天下当任，望君莫辞。结果还这个瞎举剑啊，瞎举剑，瞎举剑，我们就这一轮爆发，顺手转羊，在南蛮入侵开一波。南蛮吧，这个肯定啊有利的，有利的。然后的话，这边啊注意。下降，由于已经跳了一忠臣，那我们砍 G 哥的话还算可以，毕竟 G 哥有点克诸葛恪，有点克他。那么过河拆桥的话，这果然是反贼了。那我们一轮把 G 哥打得限制住，那回头大战红图，扬我国威啊！那么这个地方没有摸到红，哎，有点可惜了。那这地方偏内奸一点了，挂上闪电偏内了。蔡夫人的话，这刚才啊桃子就起肯定是反贼，诸葛恪的话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那么这个也是一手的黑，也是糟糕透了，糟糕透了。那么这里杀的话，三二一，小诸葛要来一套大宝剑吗？是吧？那么言退者斩啊，言退者斩。那这样的话直接把诸葛恪跟蔡夫人啊嫖到一起，好评啊，好评啊。那这样杀我们一起的话，主公啊是有逃，然后我们回头又再次那个了，又再次没有红。那么拿到手里，注意啊，现在有决斗，那你黄 G 的话在这里，嘿嘿，死不死？死死。然后这边的话直接九杀哑巴，直接九杀哑巴。无主圣明，无主圣明，泽皮成熟，然后神之来牌铁锁火攻。那么你有无懈都不发，我们这里青红草方啊，没有红桃啊，青红草方无懈都有啊，你无懈了也，当然无懈了我们这个就刚才无
刚才火攻的谁啊？应该火攻蔡夫人比较好。你要火攻诸葛都，他一张无懈直接空城了。你我推心置腹，刚才岂能相负？刚才应该火攻蔡夫人比较好啊，火攻诸葛的话，那万一是无懈的话，他空城你就火攻失效了，火攻蔡夫人比较好啊。那么这一局啊，基本结束了。孰忠孰奸？那么刚才利用主攻啊，这边啊，明剑加毒舞，把诸葛跟蔡夫人各自打到一血残，给哥也残了，亚外也残了，我们最后决斗引起的大崩盘啊，大崩盘。那么最后春哥，你这都打成这尿性，主攻肯定三日一懂。懂是吧？这个不仅能跟男人大保健，管你男人女人啊，这个都是来吗？要来一套大保健，保证八五折。那么这里啊，两局的绿皮猪还算可以啊，还算比较赞的，而且是这里啊，曹睿的这个新武将还是体现的比较完美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苗反啊，主攻扎拳啊，拳地扎拳，扎拳这边的话上了一堆烂牌啊，这个烂牌，然后有加一的话还可以啊，顺手转羊加一装上没有问题。那么国泰的话直接弃牌啊，过河拆桥肯定是跳反贼的，但是贴主的曹王还是偏中一点啊。当然这个地方明跳反，这个也有明跳反，刘峰的话跳反吗？一般还是比较偏反的。手到擒来，袭取三郡，鹅卵拥拥。那么我们这个夫人来一发，这个可以跟我们这个老婆大人啊，啪啪啪啪出一片天啊。那么这边的话九炉，嘿嘿，有闪啊，这刚才明闪的嘛，明闪你也搞啊，这个有点呵呵了。那么现在的话，这样国泰跟左大爷是忠诚了。那么左大爷这个无中直接被无懈，毕竟咆哮挂出来有点吓人啊，有点吓人。那么排序还想保我们乐不思蜀的，结果人家无懈太多没保住。那么这里直接弃逃，什么鬼？好歹留一逃吧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到了反贼南蛮入侵开一波的话，整个南蛮啊，我们直接注意啊，打得非常的机智，无懈就给你打曹植。曹植如果翻回来一个九上，我们有点扛不住啊，有点扛不住。那么南蛮入侵开一波，那不念是死就死呗，给我们补一血，然后这里又刷出南蛮，继续不给曹植翻面的机会，这个打的非常的好评啊，非常好评。你要知道曹植一翻面一个九上，这个就是太伤了，太伤了。那么这边南蛮开一波的话，平反贼血线没有问题啊。那么现在继续平反贼血线，赞啊赞啊。那么现在各个打破了，打破这边曹植还去那边救起来，来一个大咆哮再来。哎呀，可惜可惜啊，可惜可惜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们这边无中开一波，南蛮再来一波，神之南蛮啊！注意刚才啊，开了两个南蛮，排队还有81张牌，这个时候该来南蛮，还有三南一万，估计还要来万剑啊，估计还要来万剑。那么这里南蛮开一波出来之后，还有决斗啊，那么又收三张牌，那么刘峰的话也给挂了，那么果然来了万剑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整个的就是 AOE 全到手啊，全到手。那么曹植你也不翻个面啊，不翻个面。我们看一下左大爷手上是什么牌啊，一闪，一闪还要死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曹植选择翻面，我们要全部弃光的，全部弃光的。然后国泰手上的话是有杀，曹植手上是没有闪的。那最后虽然啊，最后但是你曹植毕竟翻面偏偏运气嘛，你万一，注意啊，万一国泰到时候是吧，这个地方断杀的呢是吧，万一是离线了呢，你这个投降的有点早啊，你好歹体验一下左大爷弃光牌，我们这左大爷死了我们弃光牌的这种壮观景象嘛。这差评啊，差评，不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这个三男一万带走全线反贼啊，好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十六局这边的话，依然是主攻。那么今天这个主攻你又是怎样秒反呢？曹老板啊，曹老板，这样手装一个装备
借刀掳人的话，然后顺手穿杨，结果这个顺手穿杨是跳反贼啊，过河拆桥拆远卫的黄忠，这个有点，为什么不杀我们呢？忠臣，这又是偏装，杀也不杀我们，杀也不杀，这是跳明反，但是周泰又不给我们奋击，这个你就无可奈何了。这个地方果然是忠臣啊，他顺着我们，就是为了防止周泰是反贼啊，给他刷牌可能是。那么那边大姨妈啊，洛神道大姨妈也就没办法了。月英的话杀下家一刀啊，杀下家一刀，这样感觉偏中一点吧，偏中一点，因为这个。上面的话前面这个可能偏两中的他还去杀下家可能偏中了，那么这边开五谷的话顺手拽羊应该是偏反贼了，顺手拽羊再来顺手拽羊，这月英啊哭了哭了。那么你这个杀好歹杀我们一刀呀哥哥，是吧，你这个杀我们一刀，这个敲牌呀敲牌呀，想什么呢想什么呢。那么这边的话是跳明反的，这感觉打得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呀。那么真机气杀，然后那边的话气杀无懈，直接无懈掉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乐不思蜀贴一个香香，那么万箭注意留在手上，注意续报，现在开出去的话没什么效果，当然这个存在手上的话有个风险，就是张辽到时候可能啊给你偷掉啊，给你偷掉，拿过来吧拿来吧。那么这个拿来他也没人可以杀，这边过河拆桥的话应该是反贼啊，应该是反贼。然后南蛮这里继续开南蛮，那么这个南蛮啊开出来之后关键问题，现在反贼他敢开南蛮就是因为什么呢，这个国家跟月英都残血了，你不太敢打呀，不太敢打，这里偏内奸一点啊，反贼。那么果然这样的话应该来说将面比较明朗，那么其实这一局啊反贼打得有点不好啊，有点不好，刚才都不上我们。那么这样的话逃过一回合之后的话，我们这里开个万箭啊，开个万箭，毕竟刚才开过南门之后郭嘉可能没杀，但是闪应该是有的，回合外防御啊，所以这里打得还算比较激进。那么一个无懈直接开出来，最后已经这个残局了，甄姬肯定死啊，肯定死。那么冒险打了一波，而且这个地方注意，郭嘉即使先死，我们先弃牌，手里的牌也还好，无所谓。那么关键这一南蛮一开出来之后，能收到甄姬啊，那个风险就高了，收益就高了，收益就高了。这个排序没有问题啊。那么这里最后还有一决斗，死。那么这一回合啊，又是死。三男一万啊，这个最后的两男一万都到了我们手里，无懈这一回合保国家，保国家。那么这个五谷其实可以开一波嘛，给国家刷个牌是吧，我们两个先拿，最后一内一反你管他呢。那么这一局啊关键的又是跟刚才那一盘一样，主攻将命啊已经是传统武将，然而就依靠这个南蛮万箭打出一片天空，打出一片天空。那么这里的话基本应该来说稳点打的话应该还有戏，打周泰的话这边还被雷劈中了，我们有逃救起郭嘉，好评啊好评。张辽的话这还偷到一桃子啊，这还偷到一桃子，我们再留一桃保郭嘉，然后还有一桃，这样呀。那么无中生有开出去不给你啊，那么最后基本进入垃圾时间了，那么就是稳稳的 AOE 开一个的话再借刀掳人，然后的话乐不思蜀控一波，那么我们这里还留一桃保郭嘉杀一刀啊，结果直接闪掉，闪掉好评啊，就控场啊，他杀不动了，那么最后桃都是逃到那个了，最后拆一个就直接赢了，不屈而亡，不屈而亡。那么这个秒反应该来说曹老板的金熊有所发挥，本来啊他可能觉得南门拿在手里我们不敢放的，可能是这么想的，为了收月音的话就是拼命了拼命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各种 AOE 啊，秒了反贼。那么这边最后一个秒反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忠臣，这一次轮到主攻曹老板，我们这边七号位的大锤啊，锥锥。那么锥锥在这边的话，是一个忠臣啊，应该来说跟主攻还算有的打。那么这边上来就
应该是跳中的，开一个 AOE 的话，那么这样平了血线之后，有利于我们的乱击发挥啊。那么而且位置比较靠后，他们想要控制我们的也不太好控制，而且这边鸣跳了鸣钟之后，他就去控鸣钟了，无暇顾及我们这边啊，无暇顾及我们这边。拿来吧，拿来吧，那么直接送年银，那应该又是一个反贼啊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新武来一发，然后蒙货的话，借刀掳人掳我们，然而没有货，没有货，那我们直接无中生有开一波，那这就可以乱箭乱箭，犯箭犯箭，箭之充足，来一炮，来一炮，全都去死吧！这个时候就没货了，没货的话只能依靠收人头了。那么收到人头，这就是滚雪球效应了。而且桃子给主公送出去，而且有那个，刚才是不是无懈啊？无懈，那不是就不去了，不虚了，不虚了。这边的话开出来，新武，请一定守护住我们的弓箭手。那么弓箭手准备犯禁啊，这个主公就没必要说了，其实没必要救陆神了，救了又怎样啊、嗯？还不如这边啊，保自己啊，保自己。那么这样的话继续来一发，那么蒙货的话拆个八卦，这主公啊这里的话不放心我们啊，他觉得我们有点偏内奸一点啊，偏内奸一点，那这样的话保一保，结果最后的话你应该主公你懂的，你懂的。那么一波啊收掉反跟内奸啊，反跟内奸还算可以吧。那最后的话就进入垃圾时间，慢慢磨蒙货啊，慢慢磨蒙货。那这个时候无懈其实也不打紧啊，不打紧，不是特别关键，只不过是把这个局面啊没有那么完美了。那我们最后进入垃圾时间啊，我们就直接跳过了，打的还是挺久的，毕竟蒙货他有再起的话有点恶心啊，但是迟早时间磨，慢慢磨，磨死他呀的二打一。那么最后一局，那么主公孙策，我们是假太尉，但是前卫的假太尉其实不太好打，不太好打。你毕竟前卫的话，主公回个状态之后，你想要乱舞完杀的话有点难。这边的话，首开五谷，各拿一张，我们拿了一个红杀啊，红杀，装备已经提前被拿掉了，没有办法。那么孙策的话，看到咆哮有点虚啊，看到咆哮有点虚，但是咆哮可以送你觉醒嘛，这个咆哮、嗯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手反一跳，手反一跳，我们这个地方火攻来一发，骚包一个，再来一个杀一刀。这一波啊，注意假太尉打得非常激进啊，这边的话是跳忠臣，然后不念师的话可能也是跳忠臣，这边跳反贼，然后这个可能是跳忠臣的，这边跳反贼。杀一刀直接闪掉，冲哥再来撸一刀，死不死？哎，结果有九啊。那么这一波打的还是比较高潮的。那么注意啊，我们作为假太尉在场上的话，应该来说是稳稳的可以那个进行完杀的。那么司马这里的话，你不敲我们这个寒冰是几个意思嘞？你等着我们后面有这个装备直接完杀主公吗？复生，生生死，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啊。那么不念师的话，这个还是个反贼啊。那刚才的话，这里反贼的话，那么这应该是忠臣了啊。桃园结义，各自回血，而且避免了这个神桃园啊，避免了主公觉醒啊，这个也是溜的不行了啊，溜的不行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狗过看看怎么打，杀一刀步步啊，尽你之手。那么这个局面啊，注意啊，主中方面要怎么打呢？由于你反贼方面有曹冲冲哥的三张装备啊，保命啊，保命，除非比如说这个时候九杀不粘师没得救了，这个地方人心用不了，否则的话那么这冲哥可以挨个救。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主中方面应该是各个击破，左次打了一些，我们这边啊控血线，整体这样打比较好。雕虫小技，雕虫小技，再来，你的寂寞被我识破了啊。那么江东小爸爸人家有那边啊，有队友在，要你寂寞干嘛？那么这边的话继续，现在还有个神闪电在场上啊。那么司马，由于司马可以改判，所以也就不虚。那么你有神闪电，我们有神兵娘，还有神寒冰，所以刚才那一段我们就说，无论从什么角度，我们杀主公完杀的角度，或者说控场的角度，你这个应该都是拆这个寒冰的，拆手牌太烂了。
那么这样的话，农民顺利觉醒，开辟险路啊，直接袭击敌军啊，袭击敌军啊，入剑阁，奔蜀国，奔蜀国。至于仁者，那么这边解铁锁的话，暂时保主公啊还行。那么驱虎吞狼之计，卖牌卖的漂亮啊，卖的漂亮。先到玄妙来。举荐的话，举荐了冲哥啊，冲哥这样的话，看看现在场面啊怎么打、啊。过拆桥，顺手转羊，拿个八卦保保命。决斗的话，搞左思一下。生生死死，然后的话，孙策借刀掳人，那么瞬间冲哥被扒光了，被扒光了。可惜这个地方左大爷没有被菊花啊，否则的话还是有点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此时此刻，神铁锁锁锁连环啊，那我们拆了一个八卦，拆了一个八卦，嘿嘿，铁命啊，铁命。那么这一局的话，最后就是一个铁锁闪电的娱乐局啊，神之铁命，司马被闪电劈中了，劈中了。那么这个不是真伤了，这个是全体挂线了，全体挂线了。拜拜拜拜啊，拜拜足啊，足神之大铁锁，不得不死。那么苟货的话，最后救都救不回来，主公的话这也无可救药了，无可救药。看一下主公，哎，两个废牌啊，没什么用啊。这一局的话就基本就是闪电天命啊，闪电天命还算可以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十八场、啊、这个军政娱乐啊，武器军政娱乐就到这里，最后谢谢大家。